南韩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成员 Jin 日前透过公司宣布取消延迟兵役的申请，十月结束釜山演唱会之后即将入伍当兵，也是 BTS 首位入伍的成员。根据韩媒报道， Jin 将在12月13号前往京畿道连川郡接受为期五周的新兵训练，结束训练课程后会正式发派当兵单位。即将在12月4号迎来30岁生日的 Jin 日前被粉丝问到下个月要生日了开心吗，他语带失望回答没有，要去最前方，也暗示了自己被分派的兵役单位。1992年出生的 Jin 在 BTS 当中年纪最大，知道自己年底即将入伍，也抢先在近期发行与英国天团 Coldplay 合作的 solo 新歌 The Astronaut 回馈歌迷。BTS 经纪公司 HYBE 表示，其他成员接下来也会逐步履行兵役，同时也希望2025年 BTS 就能够以完全体回归乐坛。